破风手一马当先，为2020国际自由车环台大赛打头阵。各国自由车好手再度集结台北出发，不为武汉肺炎来搅局，在几番波折之后顺利开赛。本人心情非常的高兴，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全球的疫情的影响，那其实我们这个户外的运动能够来参赛的，都是代表他们很健康。今天能够如期开赛，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30几个国家，17支车队，将近200人，绝对非常精彩。因为来的都是冲着一定要抱着冠军回去。极速奔驰台北街头被列为2.1级自由车顶尖赛事，吸引各国精英职业选手到顶来尬掐。中华队派出一哥冯俊凯领军，首站从台北市府出发，从我们市政府这边沿着我们仁爱路的林荫大道，然后到我们的一级古迹景福门，然后回转回来，总共要绕行8圈。因为它是在平面上，所以它非常有高速度跟高张力。绕行83.2公里之后，下一站往南骑桃园、台三线、屏东，最后回到高雄，沿途民众都能一起为选手加油，让他们拼冠军黄山的同时，还能一览宝岛风光。三立新闻蔡明华、林立在台北报道。